久久流浪的河口，让你心中充满爱，不让生命受苦，珍爱一切生命，生命天使与你共同救护生命。接下来请收看大宝法王慈悲开示。Good.
首先要跟大家说午安。那么今天呢是第二天的课程。大家早上学的是，他说的基本总结，他看到南京人不是呢，这样都他看到，俺说是康沙的王伟人不是呢，这样都，俺那高点不是下边呢，那每日来就是三百数数就是每日来就三百的来就。在下面的新建的，那当然是落叶绿白色嘛的呗，宁都不齐胸，宁都不齐胸，咱们这要的。你那个确住山的，得了一米呢，不然个就上不了当铁树米这玩意当，宁都铁板米这玩意，够要的。那到就只当个没他们这个，那你确实确实呀，一节是要嘛的。因为他们这个确立一些设备呢，然后一些这个厂呢，那出行的人数，那样靠谱的，那你就算呢，那得做刚才所说的，落叶人都不齐全的，俺打那些，落叶是什么？菜托呢？他做了啥？全部绿叶吧嘞？所以在昨天呢，我们谈到有三种士夫的这样子的一个修持的道次第。
同样它还可以有一个名称，三种士夫，也就是可以说是三种不同众生、不同根器的众生，或者白话简单来说，也就是有每个人因为我们的心性，包括我们的好恶的不同，我们的兴趣根器的不同，所以呢会有这么三种的类型。或者也可以说是因为我们修持道路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的力量，或者说我们的这种勇气，它有这样的程度上的差别，因此呢有这三种士夫的这样的分类哦。那么这是在昨天有提到过的，所以我们说当我们踏上这样一个修行的这样一种道路的时候，的确我们是需要依靠自己，看自己不同的一个情况，我们心的成熟度，而有不同的这样的修持的方式。就像是最开始也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佛法的，那么就算有相信了，也不一定能够100%的完全投入在修持上，所以呢每个人要看自己的心的力量的大小，还有我们心的成熟度，而走在这样一个修持的路上。一部三两章的到破过三两章的大凡的这个哎哦那这是变得制作难了呀，变得这这是什么的这边大凡的你去中给去中给你那时候去中来的去中给你那时候표준기미나이승수템비지소나노리야승수템비표준기미나에다지나서지어래나대라야지표준기미나지승수템비미나디미나미나리야아쇼에에남샤치다이제가쇼남샤치다서는잡을때그래이남샤치다곧에초망부지는용으로봐안되지지당기지조난거네인다가시지총된기도리야지표준미나표준미나를교대봐아니가시아니지조시휴토하는지표준미나를교대봐나내가소배다코나서준거래다이민다디아주스피리추얼파트소문을다지스피리추얼파트是的，这个缺了缺少个了，缺少他呢，哎，那这些家长，那比如我们那啥的，生疏特别，几乎是都肯定就是个的，是不是呢？俺这里样这些家长没咋学过，缺少了这些家长没咋学过，第哪呢就难不上个嘛？你第哪呢就冷静就够了呀？他等等的，南京就没有写的高了，第一个呢，你要光这些家长没咋学过。所以在这里我们谈到士夫的这样的时候呢，首先谈到说成功的人士哦，那就好像说社会上呢有各行各业当中都有许多的这些成功的人士，无论是在商业界也好，或者我们说在社会公益上也好，你会看到有这些成功的杰出的这些人，但是呢这是社会上的一些解释哦，但如果是我们在修心上的一种修持道路，或者我们说一种佛法的修持道上，如果我们来解释什么是成功的话，它的定义是跟一般社会的所谓的成功而是不同的。或者我们说在佛教当中，尤其在我们道次第当中呢，会认为的所谓的成功，它的定义是跟一般不同的。接着呢冷不冷切别搞了呀？俺这几部三两张都，俺这培训期的米三两张米，这个他说的，餐点的米就是肯定这里啊，餐点的米就肯定，他说那不像肯定吃过了噻，米餐点的呢，他肯定就是米餐点什么了呗？他的，他卡吃的三两张都。같이들을시작하면같이되기에네뺀다퇴퇴죽통계즉자화체통계같이되기에네다즉자화대지자화죽통계에네하나때죽벌려야전탕아누가해야되봐드리지가사려야에네고가서겁들려야에네이표정미세는자도그미디마샵제지들이야급들이야하루소르사는다들이야개회신이다포도와다샤라바스들사는다포도와디
刚当别给我些年，那工钱送不上的，工钱送不上去吧。那工钱是兵家也没给什么的，刚当别给我些年，工钱送。哪里嘞？前年的波多瓦的机车员嘞，提罗马不是去，提罗马没到岗，下了我去。那困难你给，他那得几步送送的呀？他几步得了呀？七十几下不难去。我的七十你这进度呢？你几步送到张边？几步拆长树？如果累死，我七十你这些产品多呢？几步送到张边？几步拆长树？整个买的是的，你送哪里？所以，当我们谈到在道次第当中会说到的这个士夫呢，可以说他就是可以叫做就是杰出人士，或者说具德的人士，或者说成功的人呢、哦，所以他叫做士夫。那或许我们可以从外在来解释来看，也就是说，这个人他有能力。成功承办一些事情，同时他具备这样的这些能力的话呢，那他就可以说叫做士夫，叫做杰出人士哦。所以讲到道次第当中的士夫的时候呢，在噶当派的善知识当中呢，过去有这叫三熟众的这样的三个噶当派的大师，其中一位叫波多瓦大师，还有他的弟子呢叫沙拉瓦大师，他们当时呢都在讨论说什么叫做士夫，士夫的定义是什么，他们也提到说你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能够算是士夫。我那你说了呀，你看这哪里的说办了这就哪两句说开播等等没的原来这里啊，这是不巧啊，没的全部休息好的是要的是이내다너로서캐봐미래파봐너로서캐봐미래파봐아니그래도장단한테들리야아니지와지지여러분지지들리사샤왜아니조마조마진짜이지게는여러분다조마아니야케롱보여러분야케스도야기여러분계샤케여러분아도보我这个是弄不定的，除了别牛群，那个叫除了牛群，那边几句啥啥别的，哎，他们也给弄不下来是，这是得给下来是的，我们这是，这米给他喝水，不吃下来自己下边呢，这，还是这个米都是啥？那那现在俺看现在这个村里的，哎，喝水的，说说这青山江开吧。俺担心都，这恰当给我说他们什么了呗？快就念了呗，就他说在外讲通的，俺那咋了呗？不单位，把桂林路通的，俺在这里啊，俺破桥子要的是。你那到台湾拉不等的，台湾拉吧，俺那的，说啥团队长的这些都是，还得是那啥。ゲーグハガンサイジョル、ゲーグハガン、ゲーグハガン、ルンベミンザハガンジリムツェリ、ゲーグハガンリア、アネ、ロジジーラ、アネ、ギャガサソニヨアレス、ゴガツタンチクサン、ロダバルシン、アネ、ポロヨンチェン、ネジシン、ゴガツトー、アネ、クズツァンレベ、ネバシビゲリアレス、アレクラジェリネベ、ポニギギャガマンボゲータンチ、アゲーハンサディ、不然就弄不得嘛，弄不行当的，就家干忙不给当的。那个家干忙不来去用去，哎你不老的怕，弄不得别下的事。这样，今天就要不得，你不晓得，明天你再想了得穷愁多死啊！明天他家干来都是查个因果了的，是吧？家干钱不得了，那是蛮卷的，平常就了的。这样，第一人他不晓得。所以这两位大师呢，他们就谈到说士夫或者说这样一个大丈夫、哦、他的标准是什么。所以我们说如果谈到说所谓一个世间上很会赚钱的一个人，如果他可以被称为是大丈夫的话呢，那事实上他们说在西藏的北方呢有一种老鼠，这种老鼠它很厉害，它可以去收集很多很多的叫人参果，它甚至收的数量呢可以说是那种一
大一非常的多，可以放在这个牛的背上都可以扛着走了。所以说这个老鼠它也很厉害，它也很会赚取这些人参果的。所以说如果说大丈夫的定义就是一个会精通赚钱的人来说，那事实上老鼠也可以被称为这样的一个大丈夫，因为它也很会收集这些人参果。或者呢，再谈到说，如果大丈夫的定义是指一个人他很会照顾这个自己的家，而且他是一个这种叫爱恨分明的这样的人，很有情绪，他对于自己的家人特别的爱，对于敌人特别的恨。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人，他可以被称为是大丈夫的话呢，那么事实上有一种鸟，他也可以被称为大丈夫。这种鸟也是在西藏的白色黑色相间的一种鸟呢，它都是成双成对的。所以呢，这个有一次像这种鸟呢，它生了蛋之后，这个蛋呢都会被这个乌鸦会来攻击，来偷它的蛋。所以呢，有一对，反正这种鸟就很聪明，他们就会去远处呢，有一次他们就叫了更多更多的同类的他们这样的鸟来，结果呢一起就把这个乌鸦这个敌人赶走了。所以说你看这种鸟它也很厉害，它也很会照顾它的家庭，它也非常的爱恨分明。那似乎这种鸟也可以成为是大丈夫吗？并不是的。但我说这没事让这些呢，但我说没事就他说自古的其实就想要把他去那也听这种钱就他说的那么多对是吧，是吧，这那么多对这自古的钱就他说的那这的经济经济钱那大姐他说的那种就平均的都是钱是吧，真多钱送嘛了吧？他对于这数字多，数字多就按住这大数了。今天他你要了，他就真多给送嘛了，你要了吧？嗯，这些呢，按住这轻症的糖尿，那全部有吧？有没得？那就从轻症全部要，俺姐全部要是哪样这么着的？那这按住没了嘛？到这其他这他说，查的时候没事，听这个呗，娘当然不给要嘛了呗。这意思嘛呢，大家呢要种几多我嘛多几点了呀，讲个多几点这种呢它种长相蛮大，讲个多几点了呀结不久啊，它讲个多几点了呀结不按照罗冲冲去，但结不罗冲冲去过哪儿嘛睡嘛，你就有车这个按照浪不起哎，那到罗冲冲这样，浪不起的呗，罗菜马做吧，等这个浪不起就选起不得死。去年这边给他选不得死，啊，我告诉你，浪不得起的选不赢不起是吧？或者你告诉你，选不赢咱我看了年没年是几十吧？俺第一个呢，俺选干的，俺干部这部的基本上就罗冲冲一点，就选不赢是吧？给他下的死。第七年得了呀，啊呢？第七年得了呀，呀，结不起，结不落菜做的药剂的，啊呢？浪不起呗，落菜乱的药剂了呀，选起，那起不得事。那第一给他什么穷的事？你个？那给他什么穷呢？那浪不起同意，落菜马做药的浪不起药了吧？这浪不起的可浪给，得上了呀，八千。哎，你们看些，看啥的？这就这不看出来。你们看些和重大的钱钱？哎，你生意，但你们这里啊，哎，等于浪过去哪儿算得叫的叫了吧？哪儿算得叫的你？第一咋了呀？亲戚和年的就算了，浪过去第一个得了呀？看出来，所以重大的电影没得搞啥的，没关系了嘛，浪不起，没关系就是啊，浪不起干过的了，浪不起干过的，过重大的去钱里面着。现在呢，哎，第三你们这里啊，那浪不起，你们姐嘛也着点个，浪不起哪都算不起，过年得了个里啊亲戚，哎呢，搞啥的，吃完得了呀，东家继续，吃完个家，哎呢，说不要了，说不，给别家，家不落了，东家继续。要不给自己国家下下的事，那我差不多啥意思吧？你们当不得了呀，我自不喜欢这句啥呢？哎，你们得了呀，这浪费机会的给他全部穷人
깨나 집어 중으로 봐. 제사 꼬 차도 사지. 오, 중원대 차도 사지 세샤 했어. 所以在谈到说所谓的这种大丈夫，或者是士夫的时候，有的人会想说，哦，就是世间上也是有的人他很我慢，他很喜欢这种叫耍帅，然后他总是喜欢要跟别人去比较，喂，总在这样争奇斗艳，有这样我慢的人，如果这样的人是大丈夫的话呢，也不能这样说的哦。所以这里有一个故事。 那这个故事呢是很久很久以前，在这个金刚座，也就是布迪迦耶呢的故事。仿佛这不是他编的，是真的一个故事，而且这是由阿底峡尊者一路传下来的。那么当时呢，就有一个年轻的王子，他骑了一头年轻的大象，而被大家看到之后呢，这样就变得很出名，是因为或许是因为这个大象其实他很幼小，所以他其实是不听话的，而这个国王。 王子也很年轻，所以能够骑上去呢，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也变得出名了。那么，同样的，在隔一天呢，又有另外一个王子，他的年纪比较长，然后呢，他也骑了另外一头年纪比较大的这样一头大象，那么也走在外面的时候呢，也同样也蛮威风的，也就出名了。所以在这里呢，是有这样两头大象。那么。 接着呢，有一天那个之后这头小象，因为它还年轻嘛，它必须要接受训练，所以它训练的时候就要练习这种踏步啊，各种的这样的训练。那刚好它在训练的场所也是那个年长的大象也在的地方，所以那个年长的大象它正睡觉睡着，所以这个小象呢，它在练这个踢步的时候，就走过去，它就踢了这个。 睡着的那个大象呢，踢了他之后，第一个就伤了他的脚，然后第二次踢的时候呢，又把他的背也踢伤了，然后最后呢，他是这个小象，甚至因为出于他的一个嫉妒心，他要跟那个年长的象比较，他的嫉妒心，他甚至把那个老象最后他杀了他，杀了那个老的象，这样子。아주 지금 哎，那桥啊，骑驴子呢？包括啊，小学生呢？哎，那，那地，他说，哎，地，地车是路地边，他土坡那边子那边，平时都给民多是，加上啊，就这样，你几步是多少呢？他，这，先地桥啊，住驴子嘛，也不，十六七嘛，平时桥啊住驴，那这样子，那时间，没路呗，才住驴吧？那人家就说不赢了，俺得了呀，这。 给我钱不？那么给不？那就不钱不钱钱，那些干什么的？自己的下边呢？那微信差吧？大大点点，就是这个多是。那都送人家，俺没得那么些个呢，干啥的？这些嘛就嘛些消息。所以呢，仅仅是外在的这样子的好看，或者是出名等等啊，他不能够称为是大丈夫，或者说士夫。所以真正的士夫、大丈夫，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他不只是利益此生而已，他真正能够利益来世更多生。同时呢，他能够利益的不是只有他自己，他能够利益无量的更多的这些众生。这样子呢，就能够被称为叫做士夫，叫做大丈夫。那人家全部人呢，过刚说的，我得到大部分这种，如果呢，第一个呢，大部分这种全部和大部分这种全部啊，咱们把下下嘛都，俺得了点呢，没什么希望的呗。希望这个点呢，刚说的，得了呀，点些刚说的，呃，这个别啥说什么说
所以接着呢会谈到的是延续昨天的主题，也就是升起菩提心的这样一个教法。那接下来的这些观修慈悲菩提心的内容它比较传统哦，所以呢在座的大家每个人的背景都不同，在这里有大部分都是外国人，所以大家生长的环境背景是不同，所以可能听到这样子在形容一些修持的方法会产生一些怀疑哦。但是各位也不需要太有情绪哦，就说哎，那这样听到说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要这个样子，那到底我该怎么办，你不需要这样子太紧张太操心，那么就是听过听着这样就可以。许多经验，这身边他们这个地图当然是孤独是，啊，这民族是身边他们这个地图里啊，就同哪些点个跟民族是，加上啊，就是身边，他叔叔能够组织，那是身边他们这个地图的，身边几地图的，反正就超多，俺这上不了去当啊，就我就做不赢了，我天天就做不赢了，但这样，俺呢，但身边他们这。你呢要去多少钱研究生呢，甚至他们这地图什么当研究生呢，你呢就甚至他们这的叔叔伯伯里啊这边都看得多，听你呢就上面去过过多啊，你这边的见面就是啥呢，那过年呢错一件啊刚才好多的，我说地图了你去多少钱过来看得到的是啊，你这边是见面多少的，你呢就叔叔你给我的给你干啥的，我都不知道这些就叔叔你给我给你没没这个的嘞，叔叔你我我做完这个的嘞，那是他说看得出要嘛的，来那么就要嘛的。第一个当多就是这地图这同哪几个样子，没事看你这边都看多。第三当然就大家我说的，是不是他们这天气不大过的，这我说就送不了的，对不起们了。是不是他们这个天气不热是？个天气说的清要的是，突然个天气不热，是不是他们这？突然个天气不热。这张就让人这么样的是那各种情况引入的各种情况搭档入的那你的这张穿的鞋皮呢那这身上他们就马了公这马了马引不上面那各种情况搭档的那这身上他们养了怕引不上面各种情况搭档养了就告诉我让给那身上他们就让给超过的超面都是说的那各种情况搭档那这三个名字不要的但因为呢各部的了他不然就马一门三个各种情况是代表的他的这当个的出去训练的路路的研究生提团的就代表的但这里各部的了要马死了问题呢马从我的各种情况也是要马的这样的就要啊出去的马从我的要不然他说马来的都是咱们这边的大意马来要多年多，本来咱们看些，不过嘞，长江面干，长江面呗，顶多，俺不过嘞，拿出去当干，然后就他们看些就，不过呀，看说这，别用手托了去，别再别用手托了呢，俺那得又想干，这哪哪西呢，托了想干，这样用这个嘞。但因为呢，各地呀，这个先不吃瓜的，我说的各地村西的，真前面马进了呀，什么东西瓜的，加上真米这马就是什么瓜瓜是的，民族生的，但这真米这马要的话，这里就是马上就真这么马的话是的，这是要马的，各地里呀呢，马的真真真不西夏前的什么东西也不印章，这真全部印给印给了，俺得了呀，这个了，这上个月要我吃瓜的，民族瓜。那听什么音乐是下去的那都什么当然了那听什么音乐的机会了吧说出来阿妈听什么的机上面那么快没有呢那那边的就能 unfortunately 就说出来阿妈听进去没有呢阿爸听进去远着阿爸听进去呢他总部听进去远着他总部听进去呢去听进去有些了吧去听进他去听进去呢他还说的他让听见是了，我们都在形容他。那看他这个听见就杨梅呢，就那么听见就有劲的。那看他听什么声音呢？他这上面大家想做的，他
所以讲到升起菩提心的时候呢，在昨天呢我们有谈到过说，首先呢要去看说这个有没有能够照顾众生苦乐的人呢，那有没有这样的救护者。那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当你发觉没有的话，那么你就要从自己做起，你自己就要发愿成为一个能够照顾能够关心众生苦乐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呢再接着我们谈到说，那么你决定说你要成为关心照顾众生苦乐的这样一个人的时候，那么首先你必须问你自己一个问题，必须搞清楚的就是，到底我跟众生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性。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如果你觉得你不知道到底自己跟众生的关联性是什么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说，那我为什么要理这些人呢？那或者你也会说，我连自己身边很多的人亲人我都没有办法管得好照顾得好，我还有时间去管其他的人吗？你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因此我们应该想想自他的关系是什么。那这里的关联性就在于说，众生对我们是有恩的。对谁有恩呢？对我们有恩，对我们自己有恩的。那么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为什么众生对我们有恩？这是因为众生都曾经是我们的母亲，或者可以说是我们的父亲，或者呢是曾经关爱过我们的朋友等等，有很多很多种说法，很多种这种练习这样的思维的方式。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用的是这种传统的一个教本当中呢，他是想说我们要观想众生是如同母亲一般哦，对我们像是具恩的有恩的母亲。那当然在这里谈到说想众生都是母亲的时候，那的确现在有的情况母亲她似乎可以分为有好的母亲跟不好的母亲。所谓的不好的母亲，也就是那些可能各位也看到过，就是会甚至不照顾不关爱孩子的，甚至弃孩子的生死病痛于不顾的这样子，这些父母亲，那这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想说，众生如母亲一般的母亲呢，这里的例子是指具恩的这样的母亲，所以那些不具恩的那些就放一边了。所以当你知道说哦是具恩的母亲的时候，那你也不用再考虑都说他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的，因为他对我们是有恩德的。但同时呢在这样思维的时候，说是母亲也好，具恩的母亲，当然你也可以思维说他们是具恩的父亲，或者对你来说，如果你找不到具恩的父亲，可以是一个具恩的一个朋友，或者连这种具恩关爱你的朋友都没有的话，甚至你可以想说一个对你很关心照顾的一只狗，或者也可以，或者连这样的朋友也没有的时候，或许你就可能最后就没得想，你想到是关爱的是你自己了吧。但总之呢在这里你要想到是众生对你是有恩的，无论他是如母亲一般如父亲一般都可以，但传统这里我们要思维众生都是具恩的母亲。大家好，主席本来当安照的下面呢我让你啊那蓝不久些按照这位让了在我当各种切位那他们就他们你约他等下去就那他等下这他们你约吧这么些个这位他们告诉我的约吧这么些个每天吧他的这各种情路就够多啊，各种情路是不是？刚才咱俺是最近忙起来的，他说邓子英这边，他说邓子英，就说说的直播，他说他处处这边说起，说说直播呗，主点呗，说起上班去，第一就说说我那肯定就决定塞不进，说说肯定是穷人嘛，哎，要么呢就说说肯定是健康了点的噪音嘛。你什么想给等下嘛？说说看一下吧，第几步第看吃完了就就说说个开始，怕开始就说说开始吃几月没打，就说说开始就几个月没打，说这么多。三位实在强的，说说肯定穷一点，健康点的，差点有不低的，什么想当土面的说起，这什么当官的开始不是差点话的。等你一句啥呢？扛得了呀？扛到俺本来俺都是托买几百个的呀。하장기다냠충이루시체네깨야래나대안깨봐대안아니밤에샤타래채봐밤에샤타래채봐스루사네아니바지지가수해지
파메에게 다 차타 차시에 쓰는다 차시에지 아주 잘 이해하래 정이 잘 이해하래 다 하나씩 아니 깨부 정도 마세베 아니 다다야 다 지금 파다 말 디술이야 수술이야 때려야 지당 왕지지 예배 이미나 이제 수술이다 룰롱지 대들이야지 방법해와 당기여버지 침바지당 가르쳐야지 이제 침배 가르쳐야지 삼바 남다 여대버지 전화침이 오니도 나랑 룰롱지 시골다 다나 신지 장기 베네지 아주 차례 끌리야 에너지 매라 쏴야 마인바 가르쳐야지 다디산르진다가제지차제두산에다디산총계나르제두산에지당요가서차로단지 다 강아서 올다 되래요. 이제 좀 한번 제외 자시다. 네, 아, 빵을 제외다. 아메 빵, 빵을 야시에니, 류기, 죄기, 봐, 쇠기. 다 살아도 대차요, 아래. 엔다 초주기, 니부디, 다 아주 중중거리야. 다, 아, 은혜 전에 중중거리야. 집어끼만 답이 없다. 엔 로징이 없다. 얘 재수하고 말하디, 이래 아주 집어, 상만 찍어버려. 아주 통신버려. 세배 다다는 신기 세배 통세 사통이 뉴베지 야마네 도도지 아메 누말라서 어떤데 대지 대아래샤 안 대양 아주 퍼유르 제비미나 안지 칠로래 친지 오마 뉴 에대야 지금으로 지나로 루제비 닌제버 차라고 되게 요만다 산담 박탄을 했어야 돼 아메 누먼 누야마도 신다게 요만다 자기 아, 대인의 고 자와 천투야지. 미장와라 서버지, 라베치야, 천바다. 지, 또지 나와다가 남산지, 가수의 신의 민재비, 가수에다. 아니, 지, 도바당. 아, 가수의 지, 시, 도바당. 아니, 지, 나의 도바다, 차의 도바로. 근데 그 도배관에, 나 림졸라 서버에, 다가 너 뉴바강요리 제재. 난 너나? 너 뉴베이기나? 미기 떨로다. 아니 민비루잠리냐 지동첨부 등재지여버디 소수인의 용소용리여리 지제는 기나소리에 되는지 유기리 다들 이주산에 도나 간다라 모란리에 랑그랑리야지 가수에 다구결규당 에너지 참경지규로 디기디바 보라지 대략이야 연주로 문주로기 And the Puy Tendo, and the Champion Ziata, Titularia, Tusudanata, and the Telea, Tipulia, Yacha, did you order? 所以在这里呢，法王说，就以他自己为例子，那他很幸运的呢，今生有着关爱他，并且对他非常有恩德的这样的父母亲。那么，但有时候想想，就只是。有这样的父母亲还不够的，如果自己不知道感恩，我们自己没有去念恩知恩的话呢，光是有这样的父母亲，这样也是不够的。所以尤其呢，我们现代的人来讲，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呢只想到是自己，因为我执太重，那你总是在局限在自己的眼前的在做的一些事情也好，非常的短视尽力，很多时候你都忘了父母亲的恩德，你也忘了到底你是怎么能够存在的，你是怎么出生的，父母亲对你的恩德是什么，这些都不知道。所以总的来说呢，法王说讲到他自己，所以就想说像自己刚一出生的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微弱的非常纤弱的这样的一个小的婴孩，那么可以说呢就是母亲的身体的一部分，母亲的一块肉一般的这样子的诞生出来了。那之后呢受到父母亲这样的一个呵护，
那你可以想到说，父母亲对于孩子的关爱，就是只要父母亲能够拿到的，只要他们有任何一点权力能力所及，他会把所有的东西会无限量的给予我们的。所以父母亲对我们的恩德是非常的大的。有时候想想，像自己像冷的时候，你会看到，现在来说的话，可能父母亲会把这个暖气会打开，但是在像自己的家乡来讲呢，最好的这种暖气是什么？就是妈妈的这个怀抱。那你可以感受到是母亲身体的这样的温热，然后让自己不再受这种寒冷的痛苦。当然在自己来说，刚出生一二岁不会记得这些事情的，但是呢慢慢年长之后，看看其他的这些孩子们，想想这个父母亲对孩子的恩德，真的是一个小婴孩从他一出生，无论是吃的穿的用的，这一切真的都离不开父母亲的这样的一个关爱。那甚至现在来说，可能方便了，有这种牛奶啊，可以去泡去喝，也很容易，装在很好看的瓶子里喂食。但是想想自己小时候的话，这种就是母亲的母奶，就是喝母亲的母奶。同样呢，也想想说父母亲对我们的照顾，像是如果有这种不净的，像是自己的鼻涕啊，或者是屎尿等等，父母亲都会帮我们清理。那只要一生病，母亲心中想的完全就是糟了，这个孩子他病了，他是不是痛苦了，他是不是快要死了，然后他会无微不至的给予我们照顾。甚至有时候想一想，妈妈在喊自己的名字的时候，那个名字听起来都是充满了关爱。看看母亲的眼神的时候，她对看着孩子的那个眼神也是充满了关爱的。相信呢，在座的每一位这样回想的时候，也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的。所以总的来说呢，可以看到说母亲对我们的关爱是非常，父母亲的关爱是非常非常多的。他们甚至是完全舍弃了自己，而且呢完全舍弃自己之外，将对比对自己还更多的这样子上百上万的这样的关爱跟呵护呢，完全都给予了我们。提琴卡上什么他的一年啊，那本来是卡住的卡住的他不一样的本来说是不的这差别呢，那的没事吧，是不是用个月的印章？俺那不会我很多，俺那几人，比如么，本来阿妈摸上一年的，阿爸一年就阿妈摸上西亚都摸那么的阿拉少的，穿呢，但到呢，我自己玉面呗，没事，但就这不领的了呀，玉面吧，听你这个，但米六这个托不起，说啥不行，听你这个玉面呗，看啥子了呀？俺那窗面开窗都绿不得了呀，俺那就朝面吧了朝，俺那年面吧了年，但雨面吧了雨以前的，俺的那些他说的，满地边咋些些呢？咱都，阳面呢，那个他说连着热完面吧，这那些过呢，这长辈讲啊，吃不赢不得，俺的那长辈讲啊，吃住的，但俺经常做的呀，我说结果蛮大，俺的那些书记员，俺那经常做的民都街上，俺的那些书记员。就当其他说不去，买不的时候就硬撑打两个手机。哎，其他说的，下面都玩啥？哎，这个的，我让给来人，也把人当到了去。嗯，当俺书记员当到这些个要嘛嘞？看到了呀？俺那他都就怕嘛，肯定就也不天冷心。他都他说天冷心去，俺做的年纪高没高了呀？还是上班过的噻呢？做的男生上了东水路这个名字上了，你这名字七个二十八大汉的这七数不团呢，七绿不团呢，下边呢，那你阿妈的经常说阿妈吃药嘛的，这因为呢男生的团呢下边呢，我上大超市了，你不吃超市了，没法吃超市了，我们家不吃了，那第一年阿妈一天在外吃中超市了的。你这三大米呢？三大米吃不了多啊！再来，俺说就老，差不多老年纪的得就啥呢？老年纪的大概够了呀？俺那在这，他说嘞，没这，他说嘞，三百吃了就得，二百吃了，你就是，所以说的三百吃的交交钱的，但一没了钱了呀，别没不了钱，没不了钱，你咱媳妇这个他，这身边的这个安咋了？是不是多？那这差名，说啥了？这样这，他说的。
年轻人查明我身上的这些用途啊，到底干什么？明白到了，说是没把的女白到了，这样情况了。我这耐心，俺干不得了呀。这耐心，他养成啊不是？俺就觉得他看到东西也不看到，大东西嘛是不是？他看到，说是几乎这人生上就对面了，对面了，往往都不去，对不面了，闲了呀，对不给，人对给面，人管的对管给面。俺让过了，人心给出代价了，人往给过呢，出代价。啊，是经营上，这里是前沿就三，但第一遍穷呢，第三把这里就要把第穷呢，上么的？第农具第一，哎对不对？农具是不是差些？但第一个专家说起来就是多，那等人就专家拿了吧就，那专家呢就对咱可是，没去专家那里啊，随便呢，没上么多大干多穷嘛了，哎那果然大吉，果然给并且的。可能是我媳妇开始已经多出个有些钱，但这样多出也没听重视，那年里就出现了学校了。但那些俺最给大家那等钱就专干那的取钱，完这他妈了和等钱可能也有研究啥呢？年里啊，他扎的年，你扎钱出过的人，你年钱出的少一点，和等钱赚的少多。你年个不是这样的，说说完这说说没钱。我等这个这边就算了，但你我那钱不一呢，跟这些钱不一米呢啊，这就看出来的，工资些没过，这些也没过呀，这你这个跟这些钱不是一米呢啊，我等这可能啊，就看出来的，我拉说拉出来不了就当等这的了，省的了就开没用了，我他可能呢，我看出来这个，看出来我讲讲了，他这个其实就比讲了的。叔叔的电话开门，叔叔的这边开始，叔叔的讲大人不说讲的多，这里就是第一军人带呢，哎，啊，俺这这开始的，他等俺去等钱的主要的谈不，天天怕进去，那些等钱些，差不多这个国家来差不多多，差不多这个差不多就是那些等钱些就是那吧，就东北你的等钱些，俺做电话开门都是他的这个，他就出发特别多年，三年多年开始就告诉。야간에중에가셔지디고유사랑아조라도다미페바지당초와게된지등진시에마지가리어서서로되지용도와되되랑아이나송도간당아주초와고트레야우등진디편뇌시비전노르상황아주초와고총내야용디요所以讲到父母的恩德的时候呢，甚至我们说父母亲他不忍这个孩子的苦，不忍孩子的这些病痛或者是死亡，甚至父母甚至会发愿说希望在孩子之前自己能够先死亡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说父母对我们的恩德是很大的，想想说自己来到这个人世间，可以说是无依无靠的，只身的来到了这样的一个陌生的一个地方，你没有任何认识的人，但是在这个时候父母亲出现了，他给予我们照顾，而且他的照顾从来就不求任何的回报，那这是父母亲对我们的恩德。那但是呢，以上所说的这些，在这里我并不是要跟各位炫耀什么，好像炫耀说啊，我比你们比较好，我有这样一个有恩德又有关爱心的父母亲哦，好像你们似乎没有，然后你们恶业比较重，并不是这个意思。事实上呢，我和大家是一样的，我们都有这个父母亲。尤其呢，我们说当在要观修慈悲心、观修菩提心的时候，其实真正的重点就在于我们的心，而不是外在的这样一个身体哦。譬如说，如果我们以外在来看，你会说，的确啊，我刚刚讲的，我的父母亲是你的父母亲，又不是我的父母亲。的确，如果从外在身体上来说是不同的，但修行的时候，观修慈悲心、菩提心的时候，我们是在心上的，这是一种同理心，一种感同身受的心哦。其实我们平时都在这么做，就好像你看电影的时候，你会有那种同理心、感同身受，你会特别同情那些好人，你会总是想要保护那些好人，会担心说，哎呀，这个好人会不会被那个坏人伤害了？你很紧张，所以。同样我们在修慈悲心的时候，就像刚刚我谈到父母亲的这一段内容的时候，你们也可以以同理心这样子来想哦。所以总的来说，以上呢谈到了说我们要念恩，我们要知恩，知道父母亲对我们的这个大的恩德，但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为什么会做不到呢？就像刚刚提到，我们的我执总是太重了。这种我执是什么一个感觉呢？就是你觉得这个世界只有你，
你有你自己就够了，你不需要依靠任何的人，你好像活在了一个自我的这个牢狱当中是一样的。大家知道监牢是什么吗？牢狱是什么呢？它也就是说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来看你的，而甚至你说好亲人可以来看你吧，但也不一定了，因为亲人可能有的时候还必须要申请才可以准许到狱中来看你。所以我们就好像活在了自我的这个牢狱当中，其实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你完全没有自主性了，你把你的所有的权利自主性都给了那个我执了。所以事实上感恩呢，它其实不需要任何原因，也不需要任何解释的。但是呢，常常我执重的时候呢，你如果不跟你的我执解释清楚，讲清楚原因跟道理，这个我执呢还不把这些人放进来呢，他就把很多人都排拒在这个牢狱之外，排拒在这个门之外了。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执，就是牢狱哦。所以我执是一个佛学名相，好像大家一提到我执，有的时候就觉得好深奥，它就是跟空性啊，跟那些东西有关，就是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是指那些想要成就、想要成佛的人，我执他们才比较了解哦。其实并不是的，你这样子一听你就知道，其实我执就像这样一个牢狱一般，你其实很多的问题呢，都是从这个当中而产生的。다들어야다디진진으로다들차오르채다드네리식시에윤주산다아주괜찮도와지미사야디지당기미시사야디미시게야다디기유아사야디지진다레라보쉬우치정보음르치가르다쥐모모임바쥐모모임바지고네데용고야르치야디이나테아주신디오我跟喇嘛他们恐怕吃的那些松药了，这些松树子药，看来是那他光叫松了吧？他光，光的家的看来还不休息，你怎么弄的？俺那光家刚才吃药了，看来现在光家刚才吃药了，光的可能被看来还不休息，也被隐藏，俺那个刚才的吃药了他，伢那你最新的这，这边。俺家里好，可是我们家搞不出吃的，就要的是。但真的淘宝的吃的呢，俺那么好么子，你送了得了两天。这家里夸张的呢，我们家家里搞不出嘛的，来拉长的呢，可是家里搞不出的。那来拉长，家里搞不出是的，这得跟啥子多啊？都好不粘的，咱来拉不也咱家里搞不出的是不是呢？那弟弟，来了他刚来喝不你，干得着吗？来了不你，刚来喝不没那么高吧？那得干得着。我做推荐，错接单的，来了不没不几个错接的个了。刚来喝不成错接的个。那多呢？就绝美的，你就点三两张多。绝美的，他看到怎么沉默了变的绝呢？可是说不绝，讲不下去。俺那几天才那个，那我，那说不准掉不下脚。俺那刚来可不认得，坐进来连路不都俺那叫啥？俺那他说的，连拉不起，连拉不起些，全都起来就是啥，全都钱没多的。那最近点空过你，那全都钱还是给没多，那这没看是全都是跌死了，那个跌没多，就跌的多呀。别人别人点了，别说要说的，俺那来写的。가시에드레스도그뒤에나랑뺏은거야마다신나뺏은거야나야공도사람들이뺏은거야저거도다우마우두신디스거야저다진짜공연거야니금도세례망부차용도자다나랑뺏은거야비기나나뒤에디스원하스리어바다도가야나랑수수케링오마다야디모카브스땡기위삼내미즈야디원하브스도스도가원하브봄보르지세례베보르지저베리제가삼성시계들이영어제아니그룹포토서브디염도그룹포토샷스마일링플리즈스마일링샷티스슈즈티스슈즈티스라고티스라고자네고가서인질을주자그런들이제거로와제가대신제아용한사람들이그때티스티스주를나가자但我最近是那给么是那狗，伢的是那叫我妈的，春春刚才修狗一把，把的是得就三了啊。他春春刚才修狗的，他这，
다다 기규 명을 건드려 지나 송사 피사 송어에 전에 딱 그래서 레드산에 나서 게 신이라고 문에 게스도 게아스 그러잖아데 레나 버지로 바지다 미탄지 거 레진 게 도로 바지 나 게스도 게산 마시야데 티티 소터 땡가 전에디 그거 돈이여 전에 파티 아 경보를 전에 제제 되는 거 그 뒤에 설치하는 거다 뒤에 게모 미게게 진리야 로봇은 게모 그래서 라비나 안고 레라스 게임도 제가 다나시 뒤에 배 소주에 잡시게 배데 쥐마 배깔에 가보지 나는 배 승이 승이 지 나로래 초대교 진리야 순대 갑리야 and that miss jarvis 군주인리야 miss jarvis